要什么？艾伦，你要什么？艾伦，麦当劳那边。哎，怎么了？来，我们搭计程车去配田宫。哎，你要什么？你要买什么？薯条的，多少钱？胡椒一点点好不好？饭没有味道哎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啊？那是薯条吗？有没有盐巴？有没有？没有盐巴。那胡椒一点点好了。哎，可以吗？
不然没有味道，胡椒一点点，好不好？第一次自己买，合作社应该常常买吧。很烫，慢慢吃。帮我按一下吧。啊？照相，照相。拍一下照相。虾子来了。好，那给虾。你们胖胖的就好。好，谢谢。汤匙啊，把我汤匙给你好不好？好新鲜哦！新鲜。先吃原味看看，小蛮多的，鲜哦。鲜啊！鲜鲜的，海水就行。